tell you they hate me. Got a fucking shady. Couple weeks ago they were inside my sheets naked. Clubs all you can Snapchat. Titties out to snap that. I know. We thought you said the shit wrong. You may go take some people, check the town wrong. How should we thought you saw OG the cheap wrong? She just said that she's a shit shit. Now we're broke wrong. Now we're pieces of junk. Now we're told wrong. We are yeah, the shit wrong. Now we're not that. So more of the blue one. You don't care that.大，所以你们防护措施要做很好。没有要做啊，没有要做啊，就弹出来，我觉得哇，太棒了！哇，这么大方，哇，弹出来！他这个衣服有时候跳跳，对不对？变吊带，你知道吗？学姐，请问就要什么样条件才能加入你们的团体？首先最重要的条件不是外表，是他需要会缝补衣服啊，做道具啊，做手工小东西。所以听起来好缺幕后人工作人员，他们有副业，副业没有啊，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处理，没有专门帮我们。很酷哎，对啊，我问你。这一套去哪里？市面上去哪里买？对啊，确定会缝衣服？我看你的背，我看我看。想干嘛你？没有你转回转，你看，哇，走后面看，哇，没有衣服。这样子确定要缝吗？就只剩这一点要缝啊。你的臀会不会太翘？天天跳，有在运动，太翘了。然后第二个，第二个是比较。不能有明星梦哦，有明星梦，有明星梦的，要对对对，要当明星就去当明星，比如说谁，不要说谁，比如说谁，比如说谁，来来来，互相伤害，来，比如说谁，你要逼我讲吗？他就你 Gita 有什么？哇哦，Gita 他是原本是就是也是表现得很好，但他自己学习得很快，对，就是有明星，就是有明星，没有了，后来是他发现他蛮适合当明星。哦，幽默，幽默，对对对。那第三个，第三个是就是身材要结实，可以有肥肉。
那学姐出来检查一下，对嘛？对，你讲的这样，对啊，你身上有，对，我们要看一下你的。这个真的太专业了。这个就是你表演的时候的衣服吗？对，其中一套。哇，欸，可是你们这个动作都那么大，所以你们防护措施要做很好。没有要做啊，没有要做啊，就弹出来，哇，太棒了！我这么大方，哇，弹出来，他这个衣服有时候跳一跳，对不对？变吊带，你知道吗？你是说放合金吗？对啊，吊带。所以他这条四角的裤子，待会跳一跳，有可能变丁字裤吗？说上下颠倒，会变身啊，变形金刚。吊带，丁字啊。来，请坐。身材真好，这好身材真的厉害。那我们欢迎第一位学妹，欢迎 Zoe。哇，还有，团体的，一起的，来。大家好，我是周宇。嗨，你怎么样的机缘加入他们的？算是朋友引荐。引荐，那你们为什么会找他？因为我们公司办过一个万人的 party 这样子，然后有另外一个部门是就是跟观众有近距离的接触，就是带气氛啊，就是，然后我就发现他特别的跳，就是看万中一点红这样子。哦，那学姐是鹰眼哦。我有时候会在台上跳，然后我会扫射下面的人。哇，对，觉得不错，特别亮眼。你这样男生会对啊，以为是不是？对啊，看女生啊，是我妈这样。对啊，如果比如他在这边，然后你再看他，我们在旁边这样。哎，他看我哎。他说 OK OK OK， 误会。加入这个有没有压力？压力就是。大家都很瘦，所以就是可能平常，我就是可能要一起出 case 啊，或是有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前三天就要开始吃少一点，不然大家身材都很好，就是会有一点就是默默的压力啦。你们团长会用眼神恐吓你？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的道具服装，我们有一件森巴，然后那个森巴是羽毛，是在背上，要自己插，然后我就没有插好，在有一次表演的时候，就是掉了一根，我想说没有被发现算了，结果后来又掉了第二根，然后我就转过去看羽毛卡，在掉毛，然后羽毛卡就这样子，很笨的呀，哇，哦，我当下直接背凉一下，赶快跳完，好想下台，当下应该拔他两根鼻子。就是拔两根掉，就是眼神，就是对不起，我会杀他是因为他第一场已经掉过了，然后我就说你下台要把它插好，就第二场哎还是掉，累犯了，对，再次欠灯，欠灯，你们蛮严格的。你喜欢张立东吗？这一型可以相处看看。哎呦，立东有约过我们的团员，哇，你放个脸，一展开耶，他想要毁掉你的幸福，你不要听他的。我等一下跟你说谁，你们两个狼狈为奸，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不单纯。哇，我们的团好乱，我没说过两个就要稀稀疏疏就。